我去，怎了？我同仁，不要紧张。这个时候你最需要就是这台超级大白2.0宠物版。蛤什么？没问题啊，像现在疫情这么严峻，除了勤洗手、戴口罩，还有拿了酒精到处喷，空气中你最需要就是这个纳米离子，它可以呢随着干净的空气散播在我们环境之中，可以有效的抑制病菌的滋长。而且这台超级大白2.0呢，它是最新的版本，有500万的纳米离子，跟外面呢旧款呢浓度可是差了一倍之多啊。最厉害的就是它的滤网。除了基本的 PM2.5 过敏源之外，家里常见的五种有害气体，还有宠物的味道，这些通通都能吸附过滤。如果你家有养宠物，你一定知道空气中总是飘着毛发，但是你看它这个外层还有宠物专属滤网，专门对付宠物的毛发，再搭配宠物模式，瞬间增加毛发的吸附力，还可以水洗清洁，真的是很方便。这个滤网呢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光触媒的涂层，所以定期把滤网拿去晒一晒太阳，就可以恢复它的除臭力哦。有这台超级大白2.0宠物版，除了360度进气，还可以自动侦测空气品质跟循环扇，你还可以透过手机 APP 来检视超级大白的状况哦。除了双层，我们还有单层可以选择，一样有500万纳米离子，还有宠物模式哦。新竹门市也即将开幕，欢迎您到门市体验看看。想要找最棒、最好用的空气清新机吗？全部都在486团购。享受最优质的售后服务，就在486团购。